迷母哎，这里，哇！听说模特的卡介苗都打在看不见疤的地方哦。疫苗，就是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嘛，打了就可以终身免疫喽。不对哦，卡介苗的效力啊只有10年，主要是在保护儿童，所以只要超过5分，要赶快去看医生验痰，结核病按时服药6个月都能治好哦。结合你我，告别结合。